中壢位于桃园县中央，处桃园市西方，地势平坦且交通便利。由于有工业区的开发，附近工厂林立且工业兴盛，中壢玉尊宫就位于这个交通便捷的中壢工业区内。下高速公路交流道五分钟便可抵达，与林立的工厂相形，中壢玉尊宫更显得气势非凡。财团法人中壢玉尊宫的兴建，源于赖阿婉董事长因蒙神明的指示，在中壢寻地建庙。初创时期因法规庙地不得建盖而即将倾颓，但赖董事长仍不辞辛劳，与地方乡绅商榷争取，最后获得十方善信慷慨解囊及鼎力捐赠下而兴建完成。至今中壢玉尊宫已是一座美轮美奂的地方信仰中心了。玉尊宫登基时，才有啊，这个土地是土地被公阿爷，啊，就是讲以前的代表里长，天公玉林太子起驾，要来这建庙，所以尾啊，请这个里长，甲代表这个人事来供应，结果来这个土地被公阿跋杯，讲要来这起庙，是唔是会同意？结果拔了有圣杯，圣杯了后，赖阿元董事长来这就建庙。咱玉尊宫的神明非常的灵感，所以有求必应，一挂信者呢来拜，拢有有求必应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庙一天一天的进步，一直起起来。于民国65年完工的中壢玉尊宫，占地辽阔且观庙巍峨，传统宫殿式的建筑外观重檐式山门雄伟壮观，殿前降龙石柱回旋腾绕，雕砌工法细致，气宇不凡，双壁浮雕图案精雕细琢，藻井彩绘降龙瑞鸟栩栩如生，以表现出中国传统风格，也是融汇艺术文化的遗产。中壢玉尊宫，我们占地是1380坪，我们是华南宫殿建筑，目前建于是在工业区，我们工业区有很多的厂商都来我们庙宇参拜，我们神威显赫。目前玉尊宫主祀至尊天神玉皇上帝及万物之母地母娘娘，另配祀三清道祖、玄天上帝、关圣帝君、玉灵太子、三观大帝、神农大帝、至圣先师等多位同祀神祇，完全按民间传统习俗敬畏天地之精神摆设，民众参拜时只要依顺序由上而下即可。一楼旁仍供奉福德正神庙，平日即吸引众多善男信女前来参拜。为弘扬玉皇大帝的信仰文化，已高龄98岁的赖阿婉董事长仍积极参与各项庙宇会务，且不辞辛劳，争取第二届第二次天公庙联谊会主办。这个联谊会呢，已经成立2年半，目前有47间的会员，咱求质不求量。第一个共同的理念，虽然是信仰是同一个神的，但是寺庙的经营。真多理念无同，啊，咱是用同款的理念，三甲爱为咱的台湾，为咱的地方进步而发展。每一地区的文化无同，要互相学习，互相求进步。在中壢玉尊宫常务董事赖永德及常务监察詹金水先生的精心策划下，为期2天的庆典。第一天特别以恭迎全国玉皇上帝莅临的祈安祈福活动绕境中壢地区，其中一格花车队、机车队及威武的阵头为全中壢地区掀起热闹的庆典热潮。当天锣鼓喧天，热闹非凡，各地乡客前来共襄盛举，感受宗教所带来的心灵抚慰。我们是天公会联谊会的话，我们是第二届第二次举办天公会联谊会，在我们中壢玉尊宫。
我们本次举办的时间是6月13号至14号，我们13号晚间有天公出巡绕境的活动。我们晚间出动的话，有一格车11台，花车2台，还有大鼓小鼓许多，还有巡逻队远景待100多人在帮忙服务，整个晚间游行绕境顺利圆满。14号的话，我们有全国天公庙联谊会员在我们桃园中立玉尊宫举办大会，然后我们大会期间的话有表演，然后我们旗开将近200多桌的餐桌给有功或我们的信众吃福。为使本次联谊活动能够圆满顺利，草湖玉尊宫的师兄师姐们前一日即抵达中立协助相关工作，各结盟友工及信众们亦不辞路途遥远，于当天一早陆续前来参与交流。其中花莲福安宫、新丰永宁宫优先抵达，高雄玉皇宫及沙鹿玉皇殿所发动参与的信众最多，台湾首庙天坛草岭庆云宫、花莲保安宫、松山奉天宫、东势玉清宫也发动游览车前来参与本次盛会。当天除了各友工的交谊外，来自全国的各地盟友也同时进行联谊会的会务研讨，所有事务均由宫庙提出讨论，经表决通过后实施，一项项公开公正的表决，不仅凝聚友工盟约共识，也维系会员情谊，完全遵照联谊会互助互谅互信的宗旨，也将促进未来的发展与茁壮。联谊会这个活动非常的好，可以让我们宣扬我们天公的文化。我们天公的话，妈祖都有绕境的话，我们天公的话也是也应该要绕境的活动。觉得我们天公的话也是可以出巡，行事民间，以祈福祝福大家能阖家平安，风调雨顺。本次活动出席人数非常踊跃，中午餐会即席开200桌，可谓盛况空前，场面壮大。联谊参叙贵宾满堂，地方长官也受邀来参加，共同见证气势磅礴且庄严隆重的会旗交接仪式。在李会长监督之下，玉尊宫将会旗交予下届主办宫庙，同时会长亦以长枕大背匾额慰赠本次主办单位的辛劳。热闹的活动现场更结合社区居民带来传统民俗舞蹈演出，都充分展现出主办单位的在地特色。全省天公庙联谊会自1995年成立以来，已举办多次的联谊活动，一年2次的公庙交流，公庙间可互相观摩与交流，亦可了解地方公庙的宗教风格、历史与地方祭典科仪特色，同时提倡理性信仰来净化世道民心，同等的庙宇发展理念，同寺庙宇间的情谊关怀及观摩学习，将有助于发挥宗教祭祀育人之目标。我们希望说能把这附近的地买下来，成为我们天公庙的停车场，成为我们桃园最大的庙，然后也是最大的停车场，然后我们会做一些商业的规划，能帮助这附近的商家，也使我们桃园更繁荣。用心规划的中立玉尊宫，除将新建停车场外，也预计将建盖文化中心，总面积将广积1500坪来服务乡民。这些巨大工程也需仰赖信徒大德们的热心捐书，才能共同推动。未来相信玉尊宫在董事会积极用心的推动下，中立地区也将可见到更真完美的艺术殿堂。